医生，请返回医院，感谢配合。
这里是费利西蒂·贝伯滕斯，在校园广播为学生发声。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超能小睡，是愉悦的美梦还是困扰的噩梦？答案稍后揭晓。放松和为下一学年做准备。许多学生都受到睡眠不足的困扰，因此校园广播记者麦奇沃特摩尔尝试了几种最新的助眠手段，希望帮助繁忙的学生们好好休息。没错，最近我一直在尝试超能小睡，困乏像浴室里的霉菌一样席卷整个校园。那些不知道什么是超能小睡的人听好了，超能小睡又叫涡轮增压睡眠，是一种能够随时随地瞬间睡着的能力，比如在课间补充一下宝贵的精力，
有一次我以为我做到了，结果醒来时才意识到课已经上了45分钟。不过那次小睡完我真的很精神。
是一则美术学院颜料不足的新闻，信号交给修。菲茨普奇特学院原本计划今年为学生开设油画课，但由于资金不到位，学生无法按原计划学习油画，学生的理想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很幸运能够采访到一位学生。是啊，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明年再学也可以。看看，多么勇敢的学生啊！这只是随便一个由于资金断供而葬送学生希望的例子。具体说，是那些有着艺术梦的学生，他们不图高大上，只希望能有颜料。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资金枯竭了，油画的颜料也干透了。今年不是你崛起的一年，只不过就是普通的学年。大家听我说，要是我们都回到校园会怎么样？最初只是一次校友会，结果大家全回去上课了。这真是疯狂，大家快来看呐、我正在爬雕像呢。看我牛不牛逼，我打赌你们都做不到。罗德里克·库逊主演《大学新生》，幼稚学生即将上映。员工休息室，
现需要勤杂工。终点线教授海格利斯·启斯沃特发布了自己在公交车上创作的作品，因此陷入了争议。这位教授对质疑做出了回应，称灵感往往会在最奇怪的地方出现。说得对啊，教授。说起来，我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诞生的，而且全都经过校对，可以随时提交呢。
工疏通厕所，真香。是我，奈杰比克沃斯。欢呼声在哪儿？欢迎收听双点广播电台。忘记自己手中做的事，沉溺在我甜美的声音中吧。我是奈杰比克沃斯，虽然你可能并不认识我，但相信我，你刚刚做出了一个极佳的选择。接下来为你送上全线最出色的广播节目。真香。
本周的奈吉尔爵士点评将讨论现代乐团，一个名叫氦气球的团体。不得不说，这玩意儿就是当代无脑音乐。虽然它和我平时听音乐的风格不太相符，但比如今的大多数口水歌和哀乐还是好一些的。氦气球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给个40分吧。接下来是吐露心声节目时间，我们将收集这个无耻小县的各类无聊传闻，将它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教育部长塔尔坎·福克斯·布奇近期声称双点县的年轻人都是毫无雄心的傻瓜，因此遭到了审查。这事儿我可以理解，希望这句话只是断章取义，毕竟他还落下了特别吵闹、只会蛮干、毫无品味、臭气熏天、无可救药这些形容。
卫生间急需勤杂工。是金宝麦克纳，在巨无霸大学，每位讲师均是由我亲自挑选的专人亲自挑选，这就是巨无霸的金宝特色。巨无霸大学，让你大到不行。接下来公布上周十四行诗写作竞赛的结果。不得不说，这个结果虽然很惊，但完全没有喜。获奖作品不仅形散，而且神也散。你们中有些人连抑扬格和扬抑抑格都分不清。下周我们将继续举行竞赛，所以请大家发来自己创作的十四行诗吧，反正也很难比这批再差了。本学年即将开始，我们之前说要做什么来着？
享受暑假吧，我反正会。怎么说呢，我特别崇敬那些选择追求骑士精神的人，毕竟比克沃斯家族不仅有钱，还是一群精诚骑马的贵族的后代。话虽这么说，
我倒感觉封建时代的贵族实在太过依赖双手了，无论是剑术还是冒险。你们举起过长枪吗？那玩意儿可是重的要命。如果你是这样的大人物，又何必亲自出马解决一切呢？统治者的基本素质是聪明，而不是努力。卫生间急需勤杂工。崛起的一年，只不过就是普通的学年。着急，请不要在校园内随地小便。
来，阿加莎·斯菲尔和球体基金会为了吸引年轻人，盯上了本县的各所大学。我们需要不计一切代价，立即阻止这群只喜欢球体的笨蛋。但同时，让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对我们毫无大脑的学生进行洗脑，用来转移注意力，似乎也是个不错的方法。终于为大量未被洗脑的大学生找到了用处，真是可喜可贺。通知：身体健康才能拥有心理健康，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学生们请注意，别刺激那些青蛙。校园内随地小便。接下来是痛苦问答环节，你们提供痛苦，我提供答案。本周的问题来自霍格斯波特的海普勒斯。我被困在了自己的厕所，门把手掉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避免采取匿名联络的方式，求助朋友或者当地有关部门等等，总之祝你好运什么的吧。神圣的，别看到吃的就往里装。
求，要求还真多。学生们请注意，饮食决定生活。不是不可以，只是有损风气。校园内随地小便。Thank you.
错，迎新周又要到了。在这所有俱乐部、社团和群组千帆齐发，戴着配套样式的帽子迎接骚扰新成员的时候，我们将拨开迷雾，进行详细的报道。学生会现招募助理。学生们请注意，上厕所无需打报告。接下来请我们的特约学生专家麦奇沃特摩尔带来迎新周小贴士。我加入了所有的学生社团，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珍贵的校园体验。遗憾的是社团活动时间经常有冲突，不过如果你列一张时间表，在一场活动结束后飞速冲刺到另一场活动，你还是能够做到参加所有活动的。你可能会留下这样的名声，总是最后一个到，又在结束前第一个飞奔离场。但话说回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很重要的。
您的手指不是牙刷的替代品。你在打瞌睡，根本没听讲，我看见了。我们的迎新周特辑，如何在迎新中秀出个性？琳琅满目的社团招新周，往往让学生们眼花缭乱。我想趁这个时候提醒大家，你可以一个都不选。难道你们不觉得一直以来校园社团都是画蛇添足的吗？我们难道打排球、下五子棋还没玩够吗？玩儿是不需要组织的。在校园内随地小便。健康才能拥有心理健康，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现招聘助理。下手呢？球，我就是好迷惘啊，知道这种感觉吧？体，要是有人能告诉我人生的目标就好了。基金会，掉了球体，还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所无需打报告。学年即将迎来尾声，请大家尽量不要太焦虑。校园广播迎新周特别节目到此结束，希望我们提出的种种想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大家避过课外活动的雷区，如果帮不到的话，还有明年嘛。享受暑假吧，我反正会。
暑假正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好时机。我是你们的播音员，大家好。教系正在招生，校园并非你的厕所。这里是奈吉尔比克沃斯，您正在收听双点广播电台。诸位听众，是我，双点广播电台的奈吉尔比克沃斯。今天我们县的天气是不是很好？那当然，录音棚里没有窗户，反正我是不知道的。虽然我已经给管理层写了好几封信抱怨，但其实我挺喜欢这样。
请多加努力，多动动脑。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希望谈一谈如何使用碗碟。有人反对吗？没有，好极了。我觉得你们大多数人都该听听这个。无论如何，食物都要先摆盘再吃。随便把食物摊在盘子上，那它和垃圾也没什么两样。记住，食物的外观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我可以肯定，你们有些人听了我的建议，只会把汤倒进自己的袜子。传言如何？校园并非你的厕所。
又到了痛苦问答时间，我将以最小的努力为你们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以下问题来自弗莱斯雷的弗洛恩。奈吉尔，那天我一不留神把论文留在了公交车上，能不能请你帮我打个广告找回论文，提前多谢喽。哎呀呀，坐公交车就是这种后果。按照你的要求，我也很想帮助你，真的。可如果我真的帮了，你又能吸取什么教训呢？说了这么多，我的矛盾之情你肯定懂了吧？